片段啦、聲音的聲帶啦，又或者、一些嘅照片咧、都有 send 到俾我。咁咧就因為、我不能即係100%即係確定嗰個真偽，咁所以我今日咧亦都唔拎出嚟。咁但係咧雖然佢哋發俾我嘅照片、聲帶或者錄影片段係唔知道係真定假都好，但係呢啲家長嘅憂慮、擔心同埋驚恐咧就係真實嘅，同埋佢哋向我投訴亦都係事實嚟嘅。有家長咧就 send 咗一張相同埋一個片段俾我咧，就係、是、見到。有即係一男一女，即係喺個街嗰度嚇，咁、就即係發生呢個性行為，即、就、係、是、當街嚇。咁、咧就佢就話收到有家長即係同佢講話自己嘅女咧俾人威脅，就嗱、我要講再講多一次嚇，即、就、係、是、我唔知道係真定假，但係有家長有咁樣嘅憂慮，咁咧我就需要話俾大家聽同埋佢都希望我同大家講一講。咁咧就佢就話有女孩子咧就係同人哋一齊出去即係呢啲示威啊等等嘅行動，咁跟住咧就俾人影咗大頭相，咁跟住就要挟佢繼續去參與一啲非法嘅行為，咁同埋咧同埋做出一啲嘅即係性行為等等。咁佢就話佢收到係朋友嘅女，咁佢自己好擔心自己嘅女都會面對咁樣嘅問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投訴，咁咧就另外咧，我亦都收到咧，就係有一啲嘅錄音嘅片段咧，亦都講到咧，就係有即係女仔就話自己被啲師兄師姐咧就係影咗相，所以又強迫佢哋。初頭佢係好樂意自己去參與嘅，但係後屘因為好多係一啲非法嘅行為，咁佢唔想去參與，咁但係咧都係即係被威嚇，如果佢唔參與咧就會被欺凌啊，甚至會公開身份。等等咁，於是乎咧就又會再去參與咁，咁咧就亦都有即係家長同我講咧，就好擔心自己啲仔女去參加咗一啲嘅非法行為咧，從而咧就係俾人要挟去參加一啲非法嘅行為咧，就會即係俾警察拉啦，咁跟住就會罪成啦，就影響咗佢哋，咁就佢哋好希望即係。教育局咧，政府方面咧去留意，去徹查有冇啲咁嘅情形出現，點樣可以進一步咧，就係、是、去呼籲學生唔好去參加一啲非法嘅行為，咁同埋亦都呼籲，如果真係有學生如果係即係受到威脅嘅話咧，亦都希望咧佢哋係可以去求助，甚至報警去處理嘅咁。咁呢啲係一批家長，咁我收到係真係唔少家長去向我反映咁。咁啊，另一方面咧，我亦都收到一啲警署啦，即係都好多嘅警署咧，就亦都係睇到網上邊好多嘅唔同嘅展示啦。正如頭先啦，張國溫議員所講，即係網上面都幾鋪天蓋地咧，就係話要喺開學嘅時候咧，去欺凌一啲警員嘅喺嘅子女嘅，無論係小學定係中學。咁尤其係小學生嘅家長咧，係十分之擔心，因為咧參與呢啲喺網上提出話要欺凌子女嘅咧，有一啲學校嘅副校長啦，有社工啦，亦都有即係大量嘅人嘅轉載，咁裏邊用嘅字眼咧係令人十分之憂慮嘅，例如話一定要好好招呼啊，一定要整死啊，一定係唔俾佢哋過到7歲啊，一定會令到佢哋死於非命啊，一定令到佢哋啲父母有切身之痛啊，等等呢啲咧係好即係殘暴同埋即係好唔人道嘅語言去形容點樣會去處理同埋欺凌一啲小孩子、小學生啊，咁咧就好多家長咧就好擔心，因為佢哋嘅小朋友咧。係即係佢哋嘅姓名啦、地址啦、學校咧，其實全部都係被公開嘅。咁就亦都有啲家長就喺警察宿舍就話，有一段時間都有人喺佢哋出邊影相，同埋專係影佢哋啲小朋友嘅相。咁佢哋亦都十分之憂慮，即係覺得佢哋即係小朋友開學翻咗學校之後咧，其實就好似即係送咗個仔女去。一個不安全的地方，他們沒有辦法可以知道究竟自己的子女會不會被欺凌，會面對什麼的結果，會不會有問題。我們也知道以前曾經都收到有家長投訴，就說開學的時候有老師就問哪一個
叫係如果爸爸媽媽係做警察嘅舉手咁，即係小學咁就亦其實呢一種咧，亦都係一啲即係顯示身份同埋即係間接嘅即係欺凌嘅行為咁。咁咧就啲家長就覺得咁咁樣，佢哋而家就冇一個保證。咁咧就我今日亦都收到一批即係警員嘅同埋非警員嘅家長嘅投訴咧，就係關於真道書院啦，因為副助理校長之前嘅一啲嘅言論咧，就學校咧就係話會做一個報告同埋會交代嘅。咁今日學校咧就喺應該喺網頁上面咧就展示咗，就佢哋已經向教育局交代咗。咁但係家長咧就要求咧就係即係向家長作出一個交代，同埋好多家長認為有咁即係偏激同埋咁激烈嘅即係仇視警員同埋子女仇視警員子女嘅一啲言論嘅即係老師咧，其實係唔適宜再喺學校裏邊去教佢哋嘅孩子嘅。咁但係就得唔到即係學校嘅直接嘅回覆，咁呢一批家長咧就亦都唔敢即係現身啊，因為驚現身嘅話咧，即係如果佢哋走出嚟見大家嚇，譬如今日嚟到又見大家嘅話咧，佢哋就會再進一步被起底，就子女咧更加會被欺凌。咁所以咧，好希望我今日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講一講，其實佢哋好唔滿意學校嘅答覆，亦都好唔滿意教育局嘅處理嘅方法。咁咧就要求咧。即係有一個更加嚴正的一個交代咁所以大家都睇得到咧，呢段時間咧，其實好多家長都好憂慮將政治帶入校園，而係影響到即係學生喺校園裏邊同埋校園外邊嘅一啲嘅生活，尤其佢哋嘅安全。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已經唔係一兩個家長投訴嘅問題，而係有好多好多家長嘅擔憂佢哋子女安全嘅問題。是需要大家去關注的。我想在這裡重申呢，我反對任何暴力，我們民建聯也都譴責所有的暴力。暴力包括這些網上欺凌、起底、或者校園欺凌。我們很希望呢，無論大家政見如何都好，不要將政治仇恨欺凌暴力帶入去校園裡面。我們覺得社會各界啦，各位家長啦，媒體的朋友啦，希望你大家都保護我們的小朋友，保護我們的學生，讓他們都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呢，可以即用心去學習，不需要去憂慮面對和憂慮被欺凌，和在校園裡面呢是要過著一些帶著恐懼的學校生涯。咁跟住落嚟，我將個時間交俾鄭永信議員講一講，佢收到嘅一啲嘅投訴，同埋我哋嘅一啲嘅建議。好啊，唔該啊 ，EQ， 咁多位全部朋友大家好。你咧而家嚟翻學開學日咧，就仲有大概係兩個星期到，即係都唔夠兩個星期，十二日嘅啫。咁其實咧，即係非常之接近㗎啦。其實過去咧，即係社會咁多嘅事件咧，即係都嚟緊咧，都會好大機會咧，係會喺學校裏邊咧，都會帶咗翻學校嘅。即係其實過去幾個月咧，大家都見到，即係好多時候暑假可能咧就即係有好多問題咧，未必喺學校嗰度發生得到。但係咧，即係如果嚟緊開學嘅時候咧，我哋都非常之關心咧，即係究竟即係學校究竟係會有啲咩事情，亦都係點樣校方係點樣處理。其實咧，我哋一路都等緊，希望教育局咧係可以盡快咧係作出一啲嘅回應或者安排嚟緊新一批嘅安排嘅。就正如頭先阿郭佩凡議員講啦，其實我自己過去咧亦都收到唔少嘅意見同埋反映。我自己作為家庭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咧，其實過去咧即係都收到唔少嘅家長咧向我哋表示咧，即係過去幾個月咧係令到佢哋非常之擔心嘅。有好多即係大家都好知道噶啦，即係其實過去咧好多嘅家長同埋即係佢哋嘅仔女之間咧係出現咗好多嘅好大嘅矛盾，好多嘅爭拗喺個屋企裏邊。咁咧，我哋有啲家長同我哋講咧，話佢哋嘅仔女咧就係即係走咗，即係唔翻屋企啊，即係離家出走，跟住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又有啲咧就係即係可能翻到屋企之後咧，因為政治嘅意見唔同咧，而即係好大嘅嗌霎。咁亦都即係搞到個家庭嘅關係非常之差。其實我真係接好多，即係特別係好多嘅媽咪咧，係好唔識得去點樣去處理。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我哋係非常之擔心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有幾點嘅建議咧，都希望可以即係教育局係希望可以即係認真去考慮啦。第一咧就係即係我哋期望，即係而家教育局咧都未有一個整體嘅回應嘅，希望佢咧就住即係嚟緊新學年度嘅安排。
即究竟係咪即希望佢都可以向即辦學團體啦、校長、老師咧，再講一講即佢哋嘅即安排點樣，或者同翻啲家長講下嚟緊嘅安排係點樣，亦都要講一講咧，即嗰個要希望要求佢哋咧就繼續咧要做翻佢哋嘅專業操守。頭先兩位同事都有講到啦，即我哋唔希望有任何嘅即校園欺凌啦，我哋都相信老師嘅專業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秉持翻佢哋嘅專業啦。呢個第一。第二咧，亦都係就住頭先講緊話，我哋相信咧嚟緊即係喺學校裏邊咧，可能學生與學生之間咧，大家可能有啲唔同嘅立場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咁亦都可能受到情緒，我自己比較擔心係嗰個情緒嗰個困擾。咁所以咧，即係都可唔可以都叫即係希望教育局咧都可以考慮成立一啲嘅支援小組。我知道咧，每一間學校咧，其實佢哋都有啲輔導老師嘅，即係其實佢哋相對起咧係對於即係情緒嘅支援咧比較有經驗嘅。即係希望可以考慮咧，學校咧就可能成立一啲嘅情緒支援小組，可能由輔導老師加副校長或者係助理校長咁樣去帶領。咁就住學校學生有任何嘅情緒嘅問題咧，都可以咧就揾翻啲老師咧係去求助。咁我相信亦都希望係即係保密啦。咁呢個第二。第三咧，亦都係希望係教育局可以考慮成立一條嘅熱線啊，投訴又好，求助又好，輔導又好，讓到咧即係學生咧都有個。即係渠道咧，或者係老家長咧都有個渠道咧，係就住一啲嘅問題咧都可以去反映嘅。呢個第三，最後咧我都係想講家長咧，我覺得都希望要有啲嘅支援嘅。即係似乎而家咧家長點樣同佢哋嘅子女去溝通，點樣去帶住呢個討論咧，都係一個難處嚟嘅難度嚟嘅。咁都希望教育局咧都係可以透過譬如家校會啊。又或者即係佢自己一啲嘅專家咧，都可以即係提供一啲嘅即係專業嘅支援，讓到咧即係家長咧都知道咧佢點樣咧，即係可以就住呢啲即係社會嘅討論嘅事件嘅時候咧，點樣係同佢哋去仔女去傾。我想補充咧就係頭先阿鄭永信議員都有提到咧，我哋即係最對教育局咧，我提出一系列嘅要求啦，反映家長嘅憂慮。咁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而家就快開學咧，教育局應該咧即係有俾到辦學團體、校長同埋老師咧好清晰嘅專業操守嘅指引，即係點樣去處理同埋要求佢哋一定唔可以將政治帶入呢個校園。咁同埋要有一個投訴調查同埋懲處嘅機制，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家長覺得佢哋都係投訴無門㗎，即係佢哋講應該向邊個投訴？即係投訴咗又會唔會調查？咁調查咗又要點樣去懲處嘅咧？咁如果一啲即係涉及唔同政見嘅一啲嘅校齡欺凌嘅一啲個案，如果情節真係好嚴重嘅話咧，係應該要好清晰咁話俾相關嘅即係老師聽。如果你做呢啲行為咧，係會有機會被撤銷呢個教師資格。即係我覺得係要好清晰、好清晰先得，就唔可以模棱兩可或者交翻俾間學校自己去處理。因為我今日收到好多嘅家長同我講，都係覺得好無助，即係好無奈，因為佢哋亦都唔敢同，即係一對講曬，佢哋唔敢同啲校長對著幹嘅，即係佢哋唔敢行出嚟，因為驚更加進一步影響佢哋嘅子女喺學校裏面，尤其係小學。咁佢甚至咧，佢哋話俾我聽，好似今日咁咧，佢哋而家即時發生緊嘅，就喺啲家長嘅羣組裏邊咧，即係同一間學校嘅家長羣組裏邊咧，因為政見不同咧，佢哋都俾其他家長欺凌，都係要滅聲嘅，都唔敢再出聲，因為出聲咧就驚又係影響到佢哋自己嘅仔女。咁佢哋覺得即係即係好無助㗎，即係完全係唔知點先幫到自己仔女，亦都唔係話即係轉校咁簡單，轉去邊間學校先安全咧，亦都唔係做得到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其實而家已經好嚴重，咁所以我哋對即係教育局嗰個要求咧，其實係好清晰嘅，希望佢可以即係做得徹底啲，就唔好俾啲模棱兩可，或者就咁出封信俾學校咁就當做咗咯。有一點即係我都想強調嘅，我哋今日開呢一個嘅發佈會咧，並不是我哋話咧，我哋香港嘅學校裏邊嘅教師咧，普遍都會咧係有一種容忍。或者是施行欺凌的行為，這個並不是我們的意思。但是在過去，特別過去這幾個月裡面，剛才正如郭議員所說，在我們的新聞報道裡面看到，在網上裡面是充斥著很多很多，是這些是涉及到是欺凌我們學校小朋友的一些言行，這些呢是確確切切是存在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面。即舉個例子，好像我們看到就是說有些跟警察說，你的子女會為你今天所犯的事付出代價，你的子女學校會因為自己父母是警察而受到欺凌排斥，永永遠遠抬不起頭，所有歧視在他們身上會變得是極度合理，
嗱，呢一啲仲有好多，我諗大家隨時上去網上咧，都會見到好多好多呢一啲咧，可以咁講係好極端嘅一啲嘅涉及到一啲咧係煽動欺凌嘅説話咧係存在。所以我相信即係各位，如果係有仔女喺學校讀書嘅話，如果你係呢啲家長嘅時候，我相信如果你係擔心仔女喺學校裏邊受到欺凌咧，係絕對可以理解。如果我哋剛才講嗰啲係一啲針對警員嘅仔女，若果喺聽日裏邊喺網上邊係針對話各位嘅傳媒朋友嘅仔女喺學校裏邊欺凌你哋嘅仔女咧，係完全咧係合理嘅時候，我相信對於你哋嚟講，你哋亦都認為不能接受，因為當我哋家長將個仔女送去學校嘅時候，我哋係冇辦法學校裏邊保護自己嘅仔女。喺學校裏邊，你只能夠將仔女嘅安全係交付俾學校。但係而家我哋所見到擔心嘅就係話喺學校裏邊嘅教職員，如果佢係會有一種咁嘅心態，一種仇恨嘅心態，一種報復喺人哋仔女嘅心態嘅時候，其實你作為家長咧，你係完全感覺無助。仲有一點嘅就係剛才郭議員所講嘅，就係話，就算你感覺到學校裏邊喺你仔女嘅班房裏邊，甚至喺你自己嘅仔女可能係受到一啲欺凌嘅行為嘅時候咧，其實你作為呢個家長，其實你係好難去處理。就算你喺學校揾呢個班房嘅班主任或者呢個老師，你同佢講嘅時候，你未必會得到答案。第二，就算你就揾佢，你揾佢投訴嘅時候，第二日、第二個禮拜、第二個月，依然都係呢個老師係教導你嘅細蚊仔，你依然係唔能夠保護你嘅仔女。呢一種嘅帶嚟嘅一種嘅威脅嘅恐懼，或者對家長嘅憂慮咧，我相信為人父母嘅每一個都明白當中嗰種嘅痛處喺邊一度。當然你話要去防止呢一啲學校裏邊將來嘅呢啲個別嘅欺凌事件發生係點樣咧？當然我相信係唔單止係淨係話老師，第一學校或者係辦學團體，剛才所講，佢哋有冇一啲清晰嘅一啲嘅指引去俾佢哋嘅老師咧？老師佢哋係咪可以秉持佢哋嘅話即係俾到信心大家，佢哋會秉持佢嘅專業去忠肯喺學校裏邊去對待每一個嘅細蚊仔咧？家長喺細蚊仔離開學校之後，佢會唔會教導啲細蚊仔？你唔俾唔好俾人欺凌，但係你亦都唔好欺凌人。我諗呢一啲咧，要喺我哋每一個持份者，大家一齊去做咧，先可以防範呢一啲嘅欺凌事件咧喺學校裏邊發生。當然，教育局作為主事嘅官員，當然你話喺而家暑假裏邊，佢冇見到喺學校裏邊發生呢一啲欺凌嘅一啲嘅個案，但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喺過去呢兩三個月，喺網上，喺我哋嘅社會裏邊，係充斥住呢啲咁嚴重嘅呢啲嘅威脅欺凌嘅説話嘅時候，家長係呢個擔心係真實嘅時候，教育局係有責任去採取措施，令到我哋嘅家長，令到我哋嘅細蚊仔係放心。呢個係教育局應有之義，所以我哋今日希望能夠帶出呢個信息咧，係俾第一俾教育局。第二是剛才我所提及在學校裏面的每一個的持份者，包括我們的家長和我們的小蚊仔，好嗎？或者我們再讀一點點給大家聽，譬如這個說，建議排斥所有警察子女，不論小學、中學，全力排斥仇視、恥笑所有警察家人，禍必及家人，父債子償。我想這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這位副校長就說祝福所有用過暴力的黑警，如果有七歲以下的小朋友，他們過不到七歲，如果七歲或以上二十歲前會死於非命，為什麼不立刻死呢？即是諸如此類，總之都是很惡毒。雖然這位處理助理校長他就公開道歉了，但是是否真的道歉就可以解決問題，就表示他不會將仇恨和政治帶入即係學校裏邊咧，即係如果有咁樣嘅思想嘅諗法嘅人，係咪仲適宜即係前線教小朋友咧？咁我覺得教育局要有好清晰嘅評估同埋衡量同埋一個交代咯，係咪？唔可以話喂我聽到有啲人講就話第一佢道咗歉啦，第二咧呢個係佢校外嘅言論，咁所以咧就唔代表佢喺校內都會咁做嘅，咁但係啲家長唔同意咯，即係就算有人覺得係可以，但係有好多家長唔同意。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要真的要處理和交代，因為否則
即係唔安心，即係而家係唔安心。咁同埋，既然社會成日都話我哋要為即係年青人嚇，要為學生去諗佢哋嘅將來，咁我希望大家都諗一諗如果一啲小朋友係因為即係父母嘅政見不同或者父母嘅職業而從小時候開始，尤其小學生就喺學校裏邊受盡欺凌嘅話，對呢一個小朋友嘅成長會帶嚟咩嘅影響呢？係會帶嚟幾大嘅傷害呢？如果真係有事，即係有不幸嘅事件發生咗，應該由邊個去負責呢？所以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責任去保護我哋嘅兒童小朋友即係等佢哋唔好喺恐懼之中生活。咁所以今日係我哋嘅即係記者招待會嘅即係目標，係希望大家媒體嘅朋友、各位香港市民，希望大家都幫下手，放低仇恨，唔好將暴力帶入校園，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大家有冇問題？當然教師帶入去欺凌嗰個小朋友一定係不可以接受啦，但可能係佢哋喺日常嘅教學之中咧，傾即可能有討論到修例呢件事情，或者通識科上面有討論到，然後引發到可能小朋友自己間嘅討論，或者再延伸到其他事件咧，即係咁樣會唔會嗰個老師你哋都覺得佢應該係要受到一啲懲處啊咁樣，會唔會變相可能會禁止咗佢哋喺校園裏邊可能嘅發聲啊咁樣？另外就係想問一下咧，今日即係將軍澳嗰度都發生咗。我想首先就是我相信咧，即係不嬲教育局都有佢哋或者老師都有佢哋嘅專業操守嘅。咁我諗就最第一就一定要跟翻個專業操守啦。至於個別嘅事情咧，即係我相信都係要睇翻每一單嘅每一個個案去做啦。不過你問我，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定有機會咧，係討論到即係件事嘅，即係喺個政治嘅意見裏邊可能有所不同。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呢方面，我相信就比較開放啲。但係即係我而家講緊係一啲嘅欺凌嘅事情，即係特別係一啲極端嘅一啲嘅言語。咁我相信咧，呢個咧就留翻去即係校方以至到咧教育局咧，即係佢哋有一個嘅即係比較清晰嘅指引去做。我相信即係學校以至我哋嘅老師咧，佢哋嘅專業判斷咩叫欺凌咧，我諗佢哋係非常之清楚嘅啦。這個我相信社會大家亦都會明白。咁至於你提及當初當然你講個喺尋日發生將軍澳嘅事件啦，咁呢個同我哋今日嘅發布會當冇關啦。但係我只可以咁講，喺一路以嚟，我哋民建聯對住喺社會裏邊發生，無論係咩人士，如果佢哋做出非法同埋涉及暴力嘅行為咧，我哋都係要求停止，亦都係予以係譴責嘅。這個跟任何的政治立場是沒有關係的，好嗎？我剛剛也都我剛剛其實剛才就在將軍澳警署就我們民建聯的立場十分之清晰，就是我們就是強烈譴責所有這些非法的暴力行為，就是斬人是一定是不對的，是吧？還有就是我們也都要求警方嚴正執法，盡快將這個兇徒繩之於法，因為就將軍澳的街坊很擔心，因為還未捉到人，咁而呢個人可能情緒不穩定啦，咁而係會持刀斬人嘅，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即係治安嘅問題嘅，咁所以無論任何人任何嘅政見都好啦，都不能做出呢啲非法傷害他人身體嘅行為，咁所以我哋要求警方嚴正執法，盡快去拉人嘅嚇。咁亦都即係我哋都頭先亦都要求咗警方加強巡邏啦，因為呢段時間街坊都好憂慮。想問一下咧，就係即係頭先都聽到三位都有提過一個信息，就係話即係唔好將政治帶入校園啦。咁但係特別即係譬如話而家通識科嗰啲課程，其實都牽涉好多政治嘅題目，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如果譬如話即係教育局定立一啲指引嘅時候，即係令到佢哋可能即係唔夠膽提，譬如話特別係近呢幾個月嘅即係反修例風波，或者係即係會唔會話即係令到教師擔心，如果可能不小心透露自己立場都可能會飯碗不保啊咁樣啦。即係另外就係想問翻咧，就係今朝即係呢個就想問下即係張議員啦。即係今朝林鄭就提出就話要設立一個溝通平台，咁即係希望即係同大家好啲咁溝通，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自己點睇佢而家呢個建議咧？第一點先啦，我相信咧喺教學裏邊咧，老師最緊要就不論是什麼的題目都好，其實你是應該是教學生怎樣呢，是從多角度去思考，
而並不是咧係將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政治嘅判斷咧係強加灌輸於學生。我諗呢個道理咧，其實每一位嘅老師咧都係明白。最緊要咧就係話喺教學裏邊，佢哋秉持住呢種專業中立嘅守則去做嘅話咧，我相信係冇任何嘅問題。至於第二點，你講到即係話行政長官今日話希望咧係能夠去建立一個嘅平台咧，去聆聽即係市民嘅聲音咧。我諗呢一點係一個絕對正確嘅方向。特別喺過去呢段時間，今朝其實早上亦都有即係傳媒朋友問到，即係對星期日嘅遊行嘅睇法。行政長官其實對住即係市民咁多，如果和平遊行嘅市民嘅發表嘅聲音咧，佢係聽到。當然佢亦都應該回應，就係盡快建立呢一個平台咧，去清楚究竟市民嘅聲音係如何，以及咧係點樣咧同佢哋建立呢一個嘅，你話係復和又好，又話係將來去解決我哋社會嘅深層次問題又好。我相信即係而家喺社會裏邊，無論你係左中右立場嘅市民都好咧，其實大家都厭倦喺過去呢個幾兩個月裏邊嘅紛亂，以至咧係所用到使用嘅暴力，以至一啲好極端嘅一啲嘅行為。無論你咩政見都好，其實呢一啲嘅行為咧係唔會為我哋香港係帶嚟任何嘅出路。點都好，咩政見都好，最終大家其實都應該係坐低有一個嘅平台，讓大家去互相溝通，然後揾出一個嘅共識嘅方法。呢個始終咧先係解決我哋香港問題嘅出路啦。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社會能夠係有一個嘅，既然行政長官係提出咗呢一種嘅構思嘅時候，當然我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空間，係能夠同特區政府大家可以一齊咧係去壓止、停止而家社會裏邊嘅暴力行為，大家為香港一齊去揾出路咯。但係你覺得真係可能特首嗰個回應其實係都係符合唔到示威者個五大訴求，其實都係無補於事咧？我相信而家喺社會裏邊咧，唔同嘅人咧對特區政府亦都有唔同嘅訴求。你當然有啲人會講過，好似你所講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呢一種係咪就解決我哋香港嘅問題嘅一個出路？就係話，除非特區政府而家要回應咗全面回應咗我呢五個訴求，如果唔係嘅話，我就冇得同特區政府去溝通，一齊去解決問題咧。第二，其實你所提即係剛才我所講過嘅五大訴求，喺唔同嘅市民心目中，亦都係不斷變化當中。我留意到今日裏邊喺網上嘅呢五個訴求，同喺禮拜日遊行裏邊嘅五個訴求裏邊咧，亦都有所唔同。禮拜日我見到有一個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今日我又見到咧，就呢一個訴求就變咗係雙普選。其實所以我相信你話喺一下子裏邊，特區政府係咪要回應曬所有唔同人士嘅唔同訴求先可以坐低傾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唔係好實際嘅一個做法。我諗最實際嘅就話，好似大家市民所希望見到嘅就係話，特區政府你好多人所講啦嚇。你放下身段，你要坐低落嚟，同大家去聆聽我哋嘅聲音，去然後去回應，大家一齊去揾一個我哋香港嘅出路。呢個始終都係我哋而家要做嘅事情咯，好嘛？佢話過咧，其實有啲或者我哋先講咗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先啦嘛。如果唔係，我可能就越走越遠嘅啦。有冇人有問題係關於呢度校園呢個先？係講翻校園先，跟住先再答其他問題，好唔好啊？校園嗰度咧，因為你哋話頭先提到嗰啲 post 主要都係網上流傳，有冇收到一啲係可能家長真係收到，直接有啲人 send 過嚟話你啲小朋友可能會對佢有咁啊，即係恐嚇類似？哦，有，大家都睇，唔係大家都睇得到嗱。我哋我 show 唔到俾你睇，因為真係有曬名乜嘢咁啊，好多因為好多警員嘅成家俾人起曬底噶嘛，都係譬如啲網上家庭照。爸爸咩名字，喺邊度，即係警員編號幾多，跟住媽媽叫咩名字，小朋友叫乜嘢名字，讀緊邊間學校幾年班，咁跟住就全部出曬㗎，直情係咁當你係嗰個家庭，你直情見到自己嘅仔個名字、幾年班、邊間學校、屋企地址、電話，全部出曬街，跟住下邊個 post 就係叫你去欺凌佢，咁你驚唔驚啊？即係如果嗰個係你嘅仔，你係咪好驚啊？這個是他們實質，即每一個，即很多這些家庭現在切身的經驗，就是直接是指名道姓去欺凌他的子女，這個是真的。統計過大概的數字都很多，如果你上那些即網上起底那些連登網頁，你會看到很多。我沒有統計，但是都真的很多，即
我數不到多少，大約的數字會是怎樣呢？我自己只是一些警署聯絡我，我想都過百個警署聯絡我。有沒有轉介他們？我想 你可能說，我想三四百個警署直接給信息我們說，即他們現在面對這個問題。即是聯絡民建聯還是聯絡你本人？只是聯絡我都過百的，那我想其他即議員都一直收到，陸陸續續都有議員，因為不同區嘛，有些是有沒有請他們去報警求助，因為屬於恐嚇？有的，他們有報警的，同埋我相信我知道警隊裏邊係已經搜集咗好多呢啲資料，就一次過都自己會去調查啦，因為嗰個起底個問題都係個人私隱嘅問題啦，會去調查立案調查。咁另外亦都應該有俾到教育局嘅，我相信嚇，即、就是、我都會再問一問教育局再跟進。知道報警個比例大概係幾？之前我諗你不如你個數字你問翻警方啊，警方有數字。同埋咧，我諗咧即係嗰、那個。有些是真係講緊啊，將嗰啲警察啲子女起底啊，各樣啦，即係都其實都係已經好多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即係嗱另一種就係公開，即係喺嗰啲網上平台嗰度講啦。但係咧，其實咧而家每一個學校咧，每一級咧都有嗰啲家長群組嘅。如果大家留意，個每一班都有啲家長群組。咁咧，我嘅理解咧，有過去每一好多時候咧，嗰啲家長咧、那個群組裏邊咧，過去幾個月咧就不斷咧就發一啲信息出嚟，大家嘅政治立場出嚟。咁有一啲係比較更加極端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對啲警員啊或者一啲人嘅一啲嘅。嘅睇法，咁其實我都收到啲投訴喎，有啲警員嘅太太，佢都話俾我知，喂，咁我喺個群組裏邊出唔出聲好咧？佢哋都驚嘅，即係佢哋究竟喺裏邊，頭先咪講咯，係啊，聽到咁多呢啲，係啊，佢哋點樣去處理咧？即係可能嗰啲家長大家都知道佢個爸爸係做警察嘅，咁呢啲對佢嚟講咧係都幾大嘅無形壓力。即係佢雖然冇指名道姓話，哎，你就咩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啲對佢嚟講個壓力係好大咯。係，仲有關於學校嘅問題。Last week, a local group called for all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quit class once a week to respond till the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ir five demands. So I'd like to know your take on this issue, and ca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freedom of political stance coexist with the peaceful study life? And are those young students ready to be a part of this social movement? Thank you. Mm-hmm.I think we have enough opportunity for the youngst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outside the schools. Certainly, DAB would not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take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back to the school and quit the class. It certainly would have adverse implication to the school life.And it doesn't help, because actually they have, as I said, they have sufficient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even political opinion outside schools. So we hope that they can take it as a neutral place for study. That is our position. 不好意思，關於即都係校園欺凌嗰個咧，有條問題想問翻，就係咧頭先即都聽到阿郭議員你頭先提過，就係有啲情況就係、有同學俾佢哋嘅同學威，即用一啲嘢，即你頭先提到就話相片都威脅佢哋要繼續參與而家嘅一啲社會運動，甚至可能啲暴力嘅行為啦。想問呢啲係直接同你反映，定係都係喺網上見到？同埋頭先提過話相片係咩類型嘅相片咧？正如我剛才所說，就是有家長直接向我投訴，就說有聽聞，但我不知道他所說的是他自己的仔女，還是有一個就說得很清楚，說他朋友的女兒，即是說得很清晰的，是朋友的女兒，就即是被人拍了照，就說你不可以，你要繼續出來，你不可以不出來，要繼續出去發夢，這樣，這個是他收到的。咁就係當然，即係嗰個我就叫佢，不如你嗰個家長帶埋個女去報警啦。咁佢就話佢哋又唔敢咁做，即係佢哋話驚㗎。咁就咁佢就覺得呢一個係可能唔係即係單一事件，咁所以就希望我即係第一向教育局講啦。咁同埋咧就希望我都可以公開講一講，即係佢收到有啲咁樣嘅情形。咁佢好擔心呢個唔係單一事件，可能有其他嘅。即係會唔會有其他嘅仔女都面對咁樣嘅問題咧？咁但係因為我接觸唔到嗰個事主嘅本人，咁所以我不能證實，咁所以我就即係有埋聲帶好多嘢嘅，但我就即係唔即係冇拎出嚟，我亦都冇喺網上邊度發布，係咪？因為我不能，我做唔到 fact check，
但係嗰個相片係即係裸露嘅相片。裸露嘅相片。即係係唔知咩途徑下影到嘅裸露。係係係裸露嘅相片，咁就同埋一啲即係進行緊性行為嘅相片，咁就係令人係好憂慮嘅。即係我收到嗰張相咧，係喺嗰個街嗰度啦，即係好明顯是示威後的一些 的人，因為周圍是有那些示威用的用品、就是那些東西，那就而有一男一女是、就是、在街上有些裸露的、就是、性行為這樣，那家長收到 就說、就是、這些被人拍了，那就 很恐懼，就是怕有這樣的情形出現，但是我不能證實，我又不知道張相有沒有做過手腳，所以我亦都唔可以話拎出嚟，我亦都冇喺網上面度發布嚇。咁、但係既然家長有咁樣嘅憂慮，咁我亦都不能排除可能有咁樣嘅事情即係有發生緊。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家長留意學校留意，即係社會各界都留意，即係我哋唔希望真係有即係年青人啦，又或者學生係喺即係被要挟下去做出呢啲行為。如果是的話咧，應該要報警求助咯。想問清楚，係咪真係示威完咗之後有人被影到喺示威現場進行性行為？家長係咁講，即係佢形容嗰張相係咁講，係啦。同埋佢亦都話唔係淨係呢啲相嘅，咁有啲係影大頭相，即係知道佢係參與過一啲非法嘅行為啦。咁就係俾人影咗大頭相。甚至是一些即係、就是、一啲即係著好少衫嘅相，或者冇著衫嘅相，咁就俾人要挟咁。咁呢類型嘅投訴係收到幾多宗？呢、這個就呢、這個就比學校欺凌少啲啦。即、就、係、是、我諗我收到都有十宗八宗咯，係我冇統計係。因為有陣時候有啲係重複嘅，我本人收，我本人收。有冇啲真係你自己第一手有家長俾到你，而你覺得係真係最恐懼、最不能夠接受嘅？但就算有家長俾到我，如果佢嗰、那個即係譬如佢俾段錄音帶我，即係有個學生講話俾人要挟，但係佢又嗰、那個又唔係佢個女，即係佢又不能證就話俾我聽嗰個係咩人，咁變咗我就即係我就唔會公開咯，嚇、嗯，即係公道啲係咪？你頭先提到話大概一百宗係即係關乎警察嘅仔女啦，係咪都係關乎即係指名道姓話可能會對佢啲仔女有威脅？係啊，基本上係指名道姓。你講校園欺凌啊？係啊係啊。中學、小學都有。如果你話學校欺凌嗰啲威脅嗰啲咧，小學生為多啲嘅，小學生多啲嚇。但係你話擔心即係仔女被要挟嗰啲咧，就係、是、中學生多啲。咁話點解係即係比較集中喺小學？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年輕人可能中學比較。因為我睇到嗰啲咧就係、是。呼籲去欺凌啲小學，因為佢哋講到明係小學。有一點咧，就係話，即係當你中學生十幾歲嘅時候咧，你反而識表達。而有個情況就係小學生，特別係初小學生嘅時候咧，其實咧佢連咩嘅欺凌咧，其實佢都好模糊。即係有人欺凌緊佢，其實佢都未必係意會得到。即係呢一個正正係家長最擔心嘅地方，就係話佢俾人欺凌完，佢翻到嚟佢其實未必識講翻俾。家長聽日發生緊咩事？我諗呢一點即係大家最擔心嘅地方，因為個細蚊仔實在係太細個，佢對好多嘅事物佢係未掌握，而喺呢咁嘅情況之下，學校裏邊家長你冇辦法去保護佢，呢、這個就係我哋最痛心嘅地方。想問小學生欺凌指嘅係咩情況？因為而家都未開學，所以係喺我收過嘅個案裏面未去到佢發生咩情況呢？初小嘅學生喺課堂裏面，其實我所講嘅點解佢哋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對呢啲冇印象。老師可能會問邊個家長、邊個爸爸媽媽係當差㗎咁樣，咁細蚊仔咪舉手咯，係嘛？咁就好似呢啲咁嘅情況，其實細蚊仔係對佢身邊嘅事物咧，其實佢哋係唔會明白究竟你啲點解叫咁做，但係你係老師，你叫佢咁做。當然你剛才我哋亦都強調過啦，而家係暑假，你講得好啱。而家我哋唔係話我哋見到喺學校裏邊有人俾人欺凌嘅個案，實在嘅個案多，並不是咁樣，而係剛才我哋所俾大家睇，我相信就算我哋唔俾大家睇，
在你哋平時喺採訪裏邊，我諗你都見過好多呢一啲，而家喺網絡裏邊充斥住呢一啲啊，包括有教職員，包括頭先我所顯示嘅有啲所謂嘅社工，佢係不斷係呼籲，甚至話俾你聽，我係老師，我會咁做嘅時候，作為老師或者作為家長，其實你係咪會擔心係好正常咧？我呢一個正正係我哋點解喺暑假未完結，但係即將復課之前。我哋希望能夠係將呢個信息係透過即係大家係讓教育界嘅持份者大家一齊防止呢件事情嘅發生。因為而家家長即係啲家長係覺得好似送羊入虎口咁樣嘛，咁我哋梗係希望預防啦。如果你話發生咗跟住我唔希望我哋下次即係再同大家講同樣嘅問題嘅時候，係要話俾大家聽，我哋收到幾多宗已經發生咗嘅投訴，因為咁樣其實對小朋友已經係造成傷害啦嘛。我哋希望即係預防，就唔係希望傷害咗佢哋，跟住先至拎出嚟同大家講咯嚇。但係好似頭先即係張元你頭先個講法就話，即係可能老師會問下即係啲同學仔爹哋媽咪做咩職業咁樣樣啦。咁特別可能係即係 warm up， 特別可能係幼稚園，譬如話升小一咁樣，咁好多時都會問下，即係爸爸媽媽做咩職業咁啊？會唔會譬如話即係喺建議教育局定下啲守則嗰陣都建議佢哋即係？不要提及爸爸媽媽的職業，即是職業。我想有一點我澄清先，大家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老師去問這個問題是不適合。我剛才想告訴你，就是在初小學生的時候，其實他對學校裡面發生的事情，為什麼會做一件事情，甚至什麼叫欺凌，其實他們自己未必是清楚的意會到。我想說的就是說，在剛才我們所顯示到這些不斷是叫人家去在學校裏面欺凌人哋仔女，呢個係佢話俾人聽，呢一個唔係錯誤嘅行為嘅時候，我哋而家呢一種喺擔心學校嘅欺凌，我哋係咪過慮咧？即係我哋係咪無限上綱咧？我覺得社會大家要有一個判斷，即係我哋今日做嘅嘢，我自己認為咧係確確實實呢一種嘅恐懼係存在於我哋而家有細蚊仔喺學校裏邊，當然特別係警員裏邊。這種對警員的家長的壓力，我想大家都完全是明白，並不是不合理，也不是無中生有。就算我明白在社會上有一些人士，可能你說我對警隊我有我的看法，但是並不應該將你這種的情緒是發泄在他們的小孩子手上。這個不單止是警隊，任何的界別將來都不應該因為我們對這個界別有問題，我而發泄在他小孩子手上。所謂禍及妻兒，我想這一點在任何社會裏面絕對不能接受。還有一件事呢，我們有擔心呢，就是現在剛才開始說了，現在來開學的日子是很近，即是我們都是還未見到這一刻呢，不論是教育局以至到辦學團體出來說，我們會很明確呢地去防止即是所謂的欺凌的事情發生，即是我們都期望呢，即是有關的方面呢是給個安心呢我們的家長。 我自己都是相信學校的，我相信學校有能力是去處理的，但是我們呢更加要希望呢，就是他可以盡快呢是說多少少 說得清清，或者應該這麼說，說得清清楚楚給所有的家長知道，他開了學之後他們會怎樣去處理，特別是就著近排的政治的事件，他們怎樣去拿捏他們的位置。不過我想補一句而已，公開學生即係要學生公開自己父母嘅職業咧，我相信並非慣常嘅做法，係咪？即係因為無論同學係父母係咩職業，應該喺學校裏邊咧都係唔重要嘅。佢哋無論父母係做咩職業，都應該受到公平嘅對待噶嘛，係咪？應該唔應該用佢嘅父母嘅職業嚟去即係去分類，或者要去對唔同職業嘅父母嘅孩子有唔同嘅對待。所以我覺得不是慣常的做法。想問一下咧，是不是主要你收到的即係反應啦，都是基於在社交網上平台度有一啲咁樣嘅 post 出咗嚟，而令到家長擔心，係咪最主要定係點樣？我諗唔係淨係咁樣嘅，即係家長同我嘅投訴就係除咗即係網上邊嘅平台鋪天蓋地式嘅宣傳話要欺凌即係仔女之外咧。亦都有佢哋自己親身嘅體驗啦，例如頭先正如我哋講過，佢哋喺啲家長嘅羣裏邊咧，即係自己學校嘅家長羣裏邊咧，自己都感受到被欺凌，自己都要被滅聲，係咪？自己都即係好似好難再融入嗰個羣組裏邊咁樣。咁當佢自己都咁唔開心、咁唔舒服嘅時候，
咁佢哋更加擔心，即係呢一啲譬如咁憎警察嘅家長，佢哋會唔會都將佢哋即係仇恨警察嘅一啲嘅思維同信息，俾咗佢哋嘅小朋友，或者鼓勵佢哋嘅小朋友喺學校裏邊欺凌啲警員嘅子女咧？咁其實佢哋係好擔心嘅，嚇佢哋係有咁樣嘅憂慮咁。講多少少，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即係點樣避免聲喺個群組或者？冇啊，即係譬如佢譬如喺一啲家長嘅群組裏邊，咁佢哋會收到有人喺度即係散佈一啲譬如仇警嘅言論啦，又或者狂鬧警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知道，即係譬如一班嘅家長講幾十人啫，係咪二三十人或者三四十人？咁佢哋其實知道個群組裏邊係有家長係警員嚟噶嘛。但係佢哋其實都係照鬧、照講啊，咁變咗其實當你係嗰個身份嘅時候，譬如你係警員嘅即係你係一個媽媽啊，你丈夫係警員嘅話，你喺嗰啲家長群裏邊，你係少數，你又唔係多數，咁鬧嘅人多，咁你仲講唔講到嘢咧？你仲可唔可以？或者你講多即係講一句，跟住有十個人嚟鬧你咁，你咪變咗講唔到咯，咁你咪要滅聲咯。好，睇下各位傳媒朋友有冇其他問題？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冇嘅，咁就多謝各位。好，多謝大家。